爱常常会在社群分享出游美照，不过最近他在脸书晒出一系列开心到国外旅行的照片时，却有网友看到照片后酸他说：“真有钱还出国，有钱真好。”对此他硬起来反击。他在脸书发文表示，对于有人留言“真有钱还出国，有钱真好”，看到这样的内容，我真的感到很无奈。他接着说：“出国玩的前提是我努力工作赚钱，带家人出国走走。”还反问酸民：“这样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还跟酸民喊话：“有时间羡慕别人，不如努力让自己拥有这样的生活。”他接着透露自己曾经为了拍戏，整整48小时没睡觉，连续好几天，每天只睡2到3小时，中了流感并发肺炎，整整休息了2周。最后他还表示：“我很爱我的家人，只要看到他们的笑容，工作中的辛苦与劳累都是值得的。”